越发小意，好渺小的肤浅。最开心嘅系有阵时会真系见到有啲人一企企，起码个几钟、几个钟咁样企喺度听你唱歌，就算有一个，其实真系已经好开心。我媽是一個老師，她是Band 1學校教中文，電視、電腦、電話是不給的，聽的音樂也都只是限於古典音樂，是不給聽任何流行音樂。哎，想要一個 MP3 去聽歌，裡面的歌是一定要他們選的。中學呢去了英國那邊讀書，我本身想可能考皇家音樂學院那些都不給，我那時候就說我如果不讀音樂的話，我就直接不報大學了。我想因為可能跟我父母的關係，我都幾去找一個可以給我依賴的人，我以為他是可以後悔的。我想我真的後悔跟這個人一起，他日日跟我講話我很蠢，我很無用，說我唱歌很難聽，那個以年計就會很入了我的腦，我就會真的覺得自己就很無用，沒有他不行。我就每天就會就是等他告訴我我很乖，這樣虐待有分很多種，這個是其中一種。精神科醫生是即係同第一任男朋友分咗手之後就睇咯。Bipolar personality disorder。我第二個男朋友是吉他手嚟嘅，然後我哋就會去酒吧去下餐廳度表演一下咁樣。嗰年其實應該是我人生最開心的一年。我阿媽眼中我是無業遊民，是反社會主義咯，邊緣少年咯。咁後屘就我媽托佢舊同學去同我揾咗份 PR 工，咁我就真係就朝九晚六咁樣。我學吉他係同可能大家學吉他有少少分別。我係真係攞翻本書出嚟睇佢嘅指法啦，睇佢嘅五線譜去學嘅。那個那晚的導火線呢，就是本身跟男朋友吵架的嘛，所以我本身我後來想出去的時候呢，家裡的門呢就鎖了。那你能不能夠阻止一個23歲的女仔星期五晚八點幾去出街呢？你就阻止不到的。工作不是自己想做的，父母又這樣，男朋友又不過來了，落咗屋企樓下平台嗰度，咁啊嗰下唔過，咁我就跳咗，斷咗三節脊骨，從此以後就下半身癱瘓啦。難面對的都是就是踩不到 pedal， 等於其實這個樂器我已經沒什麼可以玩。有一些不需要用 pedal 的歌的，但是真的例如這些是需要用 pedal 的歌，那就會很奇怪咯。你見到剛才很斷的。Stand under the sunset rain, red lips and rosy cheeks。 有得站起身是真的很遠的，會影響你的勇氣咯。
我因為要我得翻上半身啦，所以我靠上半身移動，所以我的手要好 strong 啦，手好 strong 即係要有 muscle 咯，有 muscle 所以好大，好似好大嚿咁啊，咁所以我好唔靚啊。哎呀，我最瘦喺呢段時間咯，你睇下個人薄到。我相信他也有自責的，所以他辛苦他頂不順就走了。其實 我很 shock 的，那個是我最信最愛的人的。是啊，其實他的離開比失去下半身其實是更大影響。其實結果搬出來住就是很明顯，就是我們是一起生活不到，我都想象不到，即如果我有小朋友，小朋友結果是因為我自殺，那種自責是那種內疚是更加難頂的。就算每一次吵架，我都有跟他講話，我真的愛你。而家有跟他講對不住的，跳完樓之後 ，It's just a word, it doesn't mean anything, you know? 做不到，咩都做不到，一個對不住做不到啲咩。咁因為我都識佢媽咪噶嘛，根本佢哋係真係好，佢哋係好愛對方嘅。佢阿 Auntie 話：我個女係好聰明，好聰明，好聰明，參加歌唱比賽又好叻啊嗰啲。即係其實我阿 Auntie 係好 proud of 佢噶。阿 Auntie 係好努力去做運動，咁佢就有一次淡淡然咁講咗一句就：哦，努力啲做運動 ，keep 好個身體，咁咪可以照顧 Emma 耐啲咁樣。係啦，喺側邊睇都好心噏咁樣。咁係咯，一開始到依家其實佢都有進步啦。佢好快就已經重新投入翻佢中意嘅嘢，例如扮靚啊，咩都好啦。Fat and ugly， yeah that's me。點解要咁樣咧？我掹咗落嚟得唔得？你每日一 okay, 一朝早起身見到 fat and ugly， 咁你個人又點會開心係咪 ？Whatever。咁我覺得好犀利就係佢好快地就已經識到一班朋友，然後同佢哋一齊就出咗去 busking。我希望佢係可以將呢一份熱情帶到去佢最心底嗰度，希望佢就係人哋嘅眼中其實佢真係好美麗。最大的目標就是想可以借靠音樂經濟獨立咯。其實我都很開心，我有兩隻貓，廚房放不下雪櫃，廁所放不下洗衣機，我以前不會想像到的，但是都要有地方住，終於可以叫做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夠了。停课，号召有心人出手，撑学生睇足一年苹果。